吃饭，糯米笋炒腊肉。热气腾腾的，西满厨的糯米笋就这样子，这个的话配料的话啊，里面有饮用水竹笋、饮用水食用盐啊，看到没有，无添加啊，配料特别的干净。你们拍一袋三袋优惠两块，拍五袋优惠四块啊。这个糯米笋它吃起来就是软糯略带一点点脆的那种感觉，这个糯米笋拿回家直接洗了，直接爆炒都可以啊，炒腊肉、五花肉、瘦肉、素炒青椒都可以。西满厨的糯米笋确实是好吃。麻辣香锅，
冬瓜，冬瓜特别吸汤汁。这个留着下一顿吃啊，吃饱就好了，拜拜。今天我们吃白象的火鸡面啊，国货之光，看一下，好有食欲啊。我这里煮了两袋啊，就这样子。这个火鸡面你们拿回家，我跟你说哈，先用开水泡泡个四分钟这个样子，你们再把水倒一些，锅里面剩一点点汤汁啊，给它把调料放进去，给它大火收个汁，它比较好吃，比较粘稠。这个火鸡面吃起来是中辣多啊，经典火鸡面，它这个甜度哈，没什么甜度，一点点啊，这个白象的只有一点点感觉啊。